你甲高两相平安尼，等下先卖点哦，我先示范。社工员正运用生活中简易取得的物品，带领爷奶自己动手做相框，再搭配海洋饰品的装点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 DIY 作品。由教育部委托海口人承办的东港乐龄中心成效良好，这不仅变成社区长辈齐聚的小天地，也是快乐学习的乐龄场所。你真够欢喜啊！阮翁哦，拄啊是啊，阮昨天托过年托阮来遮参加这个迄落乐龄安尼啦，嘿。参加啦，啊，就感觉吼心情有哪袂歹安尼啦，用用就来啦。遮大家做伙拢是迄落同学啊，好同学。对大家吼，大家拢真欢喜、真满意安尼。啊，来遮结识个几个朋友，吼、哦，啊，较袂淡住安尼，心情无好，嗯。搭载乐龄中心的示范级设置，让彼此拉近距离，而非整天窝在家中胡思乱想，找不到生活的乐趣及意义。海口人社区经营协会强调，委托办理乐龄中心已长达4年，从一开始不被看好，到越来越多元素的介入，让更多长辈爱上乐龄学习。好，我们承办教育部乐龄学习中心的课程，那乐龄的主要宗旨就是让长者们可以乐在学习，那当他们活跃老化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名词叫乐活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中能够活跃他们的，能够活跃，让他们能够忘却年龄，让他们在年老的阶段都能够有新的目标，然后让他们人生都能够慢慢的迎向完整的人生。期盼未来能有更多元化的课程及内容介入，包含结合在地意向的相关课程，如海洋、渔村元素，甚至是由新住民姐妹所开设的异国文化体验等内容。期盼让这群老长辈们活到老学到老，尽情享受乐龄人生。屏东市不体育相思采访报道。